来自南方都市报播报，2020年广州市中考体育考试将于6月13号开考。广州市招考办5月28号在官网发布2020年广州市中考体育考试考生指引，提醒从5月30号起，初中学校应届生每天要打健康卡，也就是通过穗康微信小程序的健康自查上报功能进行健康监测登记，同时在考试当天要准备防疫用品，包括2个备用口罩。